最近练得怎么样？啊，不错哈、哦，手 有比上次好很多了。好多了。这只手有嘛哈、哦？嗯。啊，伸直了。那下次你来跟大家分享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然你跟镜头分享好了。有啦，我较差啦。不较差吼。差好了。差足侪啊！啊，较顶个差差伫倒位？现在很容易。哎呦，比上次灵活多了。很容易那个酸痛。哦，更容易感觉到酸痛哦。以前麻麻的都没感觉。对。酸痛好就不合适哦。嗯。明白了哈、哦，嗯，谢谢师傅。